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许。那刚刚参加完这个神魔之塔特别行动部的首映会回来之后呢，他同时在首映会上面也公布了即将会跟初音未来合作的消息哈。那在官方网站呢也公开了这一个影片哈。那这影片就是我们在首映会上面看到的影片。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，只是他比较晚放在这个 FB 粉丝团。好啦，这边就是出现了六张角色齁，那这系列总共会推出17张角色，那这个感觉应该就是大奖啦，初音应该是这张吧，因为我没有看这个，所以我不是很了解啊，所以如果知道的人可以在下面补充一下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齁。可能好像会场大家也蛮疯狂的，欸，有一个男性角色，我本来以为这系列全都是女生，可能会场跟大家看到这个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疯狂。我知道有什么初音、静音、什么寻音哦，好像都会在里面这样子。那初音没有意外的话，就是绿色这个嘛，应该都是一趴大奖没有问题啦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讲，就是他们有说哈，这一次每一个角色都有他们自己的 BGM 这样子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消息了齁。那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右下角帮我按个喜欢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